拿到第四座了，有那个感觉，现在还是不真实哈。对、啊，而且是一天就拿到四座，哦，但哦，还蛮爽的。阿明还是一连串呢，就像女歌手完，然后就是最佳华语专辑，还有年度专辑。对，年度专辑是我最想得的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觉得可能所有入围八项中最想得的奖，可能是因为它的意义吧。是，我不是要拿那个奖为了证明自己是什么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可以记录这几年发生的事情，然后我真的很难得，就是觉得哦，我想为地球写歌，为人类写歌。是，这个是我希望可以被更多人听到吧，所以就是得到年度专辑的时候，就是会被关注到，这就很现实。所以我只是为了这样子，因为我就觉得音乐真的很奇妙，是它可以记录很多很多的东西这样子。然后其实刚在讲这个歌后这件事的时候，刚刚老师在那啊，迪亚老师在那边讲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。我没有，他们不让你听吧？不是因为刚才在装法，我没有听到。哦、其实刚因为记者有问哦，就是因为这些评审都很激烈嘛，你在第一轮就胜出了，是大幅领先的，对，很开心。因为我觉得这个秘密要告诉你，我觉得这次女歌手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。我听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哇。很难，每一张都很棒，对，很难，对。所以，但今天很开心，该拿的都拿到了哈，想拿的都拿到了。来，是不是有问题想要问我们的金曲歌后的呢？紧张了，好，好，哎，我刚刚有提到，你早上六点多就起来了，你不累吗？因为我最近在养生啊的状态，就是建立早睡早起。对，所以现在应该已经是你睡觉的时间了。不会不会，今天我很嗨，我可以到明天。对，好，刚有没有什么话在台上想讲没讲到的呢？我其实好像就是那种，内心要感谢的人都是我，我私底下，我们不是那种啊，在台上一定要说什么一些，平常都很 close， 对，因为我们都 close 到那种我们心有灵犀这样子，所以我们都是低调的人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意义，做这张专辑的意义，我觉得我有说到，然后就是像我觉得宇宙一直伸出手那个橄榄枝给我，让这张专辑在这期间真的就是可以是顺利的完成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要感谢所有的人，但因为我很健忘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就我很健忘，那名字很怕会忘记。我也会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你一定要好好感谢，因为没有他就没有。好的，欢迎妈妈。我小心啊！哦，妈妈，你很开心对不对？我们先来拍照，我先帮你拿麦克风，来来来，妈妈，那妈妈可以帮忙拿讲座啊，我们就四座都上来吧，好不好？四座讲座，妈妈也可以帮忙拿两个，就不会那么重了。好，这个好开心，妈，我们还有另外三座都要拿过来，妈妈。好，妈妈真的 so proud of you， 绝对以你为荣。哦，妈妈真的很漂亮呢，而且皮肤好好哦。好，我们先看前方哈。来，我想呢，这个今天晚上是属于他们荣耀的夜晚，真的很开心，太为你开心。我们先看左边好吗？亲妈妈一个，哦，妈妈还特别为了今天这个飞来台湾哈，然后隔离了8天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哈，好，来再请看一下这边好吗？好，我们从左到右哈，先看左边哦，左边，左边，妈妈先看左边哦哈，左边，好，左边看完请看，好，来，正中间，中间补一下哈，中间我们补一下，中间看完我们要来看右手边，右边请看一下哦，这边，中间偏右哈，来这边请看一下哦哈。真的太开心了，妈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女儿说的？我们让妈妈讲一下好不好？哈，来，妈妈，哎，太重了，赶快帮他们拿一下。工作人员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，可以帮他们拿下奖牌吗？太重了，太重，妈妈不想放手，妈妈奖牌想要一直拿在手上，要帮你拿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先帮他拿一下，好不好？太重了，你拿一个就好了，哈。来，妈妈，不好意思。
我很感动，也是很感动，很感谢台湾这一边的金曲奖，那个我老远无论怎样辛苦有义气，我要是妈妈一踩到她裙子，哎，好好，可以。那我今天能够拿到这个四个大奖，是我一路来跟她走，从她开始唱歌到现在，实至名归。感谢金曲奖，感谢你们台湾人很爱我的蔡健雅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她是我们大家的蔡健雅啦。那妈妈真的非常以她为荣，对不对？也开心。你最希望她得到哪一个奖呢？最希望是八个奖都可以拿，八个奖都可以拿，很重，你知道怎么报呢？不过也有四个奖，我就很高兴，非常开心，就是大奖，就是他很期待的奖项。参加他说我一定要拿这个第四个奖，过后就拿传记制作奖，但是没有，但是有拿传记奖，也是拿年度的那个什么传记奖，年度专辑奖，还有录音的，是特别，他很光荣，他说我能够拿到这个奖，对，因为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在录音室里面自己去录那些东西，跟中国还有跟法国的那个歌星，他做得很棒。刚老师有讲了一件事啊，为什么后来会选谭雅这张是年度华语专辑呢？因为老师有看到你全程所有的都参与，然后非常棒，也是谢谢你们台湾人，我爱你们哦！来，擦一下。好，妈妈真的非常开心，抱一下啦，抱一下，帮你们拿麦克风，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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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